你在看什么？那儿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又不进去买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爹。哎，买了这么多菜啊？啊，是啊。喂，你看上人家姑娘了是不是？不错，我二人确实是从军中而来，我们是要为军中袍泽换制新鞋，特意前来采买布料的。哦，为军中做事是我的荣耀啊，不敢赚钱呐。哎，钱还是要赚的，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嘛。袍泽们脚上舒服，我们手上舒服啊。对齐了，一做买卖，大家舒服。哎，大家都舒服。官长这是明白人。哎，哪里哪里哪里。爹，茶沏好了。哟，还有两位客人啊，要不然请两位客人也进屋喝杯茶吧。二位群演，有请。啊啊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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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过来，来，老板稍待啊，我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你想干嘛？亏你还有这个脑筋！华生，你先回去啊！姓赵的，姓赵的，你越来越过分了！啊！不要忘记，你可是个有家室的人！哎，是是是是。赵宇，嘘，你跟我回去。哎，你再次给我官敌廖镇，我进去自有。哎呦，官长您来了，久等久等。那里边请。啊，赵宇，你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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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赶紧回家。赵宇说那家布店有问题，我要去。去什么去？去送死啊你！那要是真的有危险，我更加要去。他是男人，立了功，加官进爵。你是女孩，越招摇越容易被人发现，欺君之罪，满门抄斩呢。爹，要是若兰被问罪，绝不牵连爹娘。你。在村里面打水挑柴的小女孩了，我的袍子为了我而死，多少百姓被战火侵扰，我不能跟您回去。团聚，我会好好伺候你们，我答应你。我没你这个女儿。
殿下，国公，殿下本来是可以在宫中享福的，却宁愿放弃来到这军中。殿下，这戎马征战是何等的枯燥艰苦啊。国公有所不知，杨俊反而喜欢这种和袍泽兄弟们一起策马扬鞭、驰骋沙场的生活。敢问殿下，此生的心愿就是驰骋沙场？国公，你误会了，战是为了止战，其实我真正的心愿是天下无战，朝廷永无战事，从此以后四海之内皆可太平。百姓们手中挥舞的是犁锄，而不是刀剑，大家皆能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安然快乐地过他们的日子。这么说，殿下要止战？战火一起，最后受难的终归是百姓苍生。可是殿下的这个心愿有违皇上的旨意。以德服人难道不能？你乃前朝老臣，你知道北周是如何对待柔然，他们每每赠送马匹丝帛，更教他们耕种和蓄养，难道这种恩威并施不是彰显天威更好的方法吗？可惜殿下胸襟如此仁德，却不能施展，反而要整日地面对杀敌流血，还有那些柔然人，他们都不知道感恩的。什么事情都需要时间，大隋和柔然都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上，柔然人现在也在学我们的文字学问，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。怎样？两族休兵，平等相处，永无征战。殿下真是仁厚。不跟爹走到底对不对？爹爹一定很伤心。可我现在不光有家，我还有那些生死兄弟呀。就算是赵远，我也得。那姑娘不就是刚才秀才一直盯着的那个吗？布摊怎么那么早就收了？难道说秀才他？这个我们以长为尊，来，晚辈敬老板一杯。来，这个酒既香且醇，这是青稞吧？没错，你倒是一口就尝出来了。有时家中酿过此酒，醇香绵厚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干！来来来，干，干一杯！官长您请。请。哎呀，这个羊肉炖的毫无膻味，姑娘妙手善厨啊。我军中还有些上好的羊肉，改天弄点来孝敬老板啊。不会被发现吗？哎，有官就有私。姑娘想吃什么肉啊？牛肉如何？请。好吃。该死的赵大傻，一脸清不香。这个米饭，这这米不好，我给官长换一个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必浪费，不必浪费，就是这个便可。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好吃，这个米香。好事。哎，回家回去。来，干一杯。看起来道貌岸然，背着人原来是这副德行。老板啊，小生不胜酒力，也要借您的宝地
出一个小宫。啊，是那边吧？哎，馆长，这边请。啊。哎，馆长，馆长，哎，不在这边，在这边呢。哦，好，哎，老板请留步，我自己去便可。赵云。这里破坏你的好事是不是？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这赵鱼，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。哎呀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勾引人家姑娘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不要忘记你是个有妻室的人，我真替你，你还想偷偷溜？嘘，你不许喊。他们这下人是柔然人。柔然人，我之前就是发现他们不对，所以才特地跑来观察。我跟你讲，这麻子干饭、荞面、粟米，这都是柔然人的主食。再有，他们那做羊肉的手法与庄园人截然不同。那怎么能凭老妈什么饭还有羊肉就断定人家是柔然人呢？莫姐，你再看这建筑，我们中原的建筑莫不是以南北向为主，而柔然人不一样，柔然人以东为贵。我之前查看过这一带的屋子，就这家向东，东边是他们的圣地。方才我借解手之名假意要往那儿走，他急急忙忙拦住我，生怕我亵渎了他们的圣地。你太大意了，怎么能够把麻子干饭端出来？他应该不会知道吧？万一他发现了怎么办？不会的。那你跑去人家姑娘屋里干嘛？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们都不是女人嘛。对，我也不是女人。为什么有女人啊？单凭这个麻子干饭，还有这个建筑，还有这个老板手上的老茧位置是拉缰绳而不是种地磨出的茧子，这些已然可以大概断定他们就是柔然奸细。但是如果能看到那姑娘的笑，你不要脸，你误会小生了。这柔然人穿衣服跟咱们不一样，他们是披发左衽。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不是女人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就是说我们中原人穿衣服都是往右开襟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往左开。你要是能看见的姑娘的小衣，这可做不了假，这就能确定了。行了行了，我明白了。不是，我还得进去。哎，你赶紧回合出去。那你呢，馆长？哎呀，这位军爷不是赵宇？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，自己一个人偷偷来吃香喝辣的，也不带上我。哎，掌柜的，你不会不欢迎我吧？不会不会。啊，请。请。学军根本就不开眼界。就是空壳子一个。站什么站呢？喝。哎，喝。随军，究竟兵马粮草有多少啊？要是真打起来，能撑多久啊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啊？发的是随军的财，我好知道还有多少天才能挣到钱呢？哦，正是，我们要发财，我们要发财。有钱大家赚嘛。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。
赵宇，你酒量真好啊！我刚才偷偷喝羊奶了，不如一醉。那你不早讲，你害我硬灌了那么多杯，不行，憋死我了。啊，你先去，去，你先去。我现在不行，突然间尿不出来，你先上啊。那小生就不客气了。嗯，咱们待会儿出去啊，先把那老的撂倒。好，那你先去。那你呢？你别管我了，我们现在一定要有证据，快，快进去。走啊！哎呦！好，来来来，咱俩继续喝，我们干！干！是往右开进，他们不一样，是往左开。你要是能看见那姑娘的小衣，这可做不了假，这就能确定了。是啊，本来柔然的密探是以那个布店掩人耳目的，可是他被我们的士兵发现了。兄长，这些柔然人都是废物，我们再三警告过他们，要他们小心谨慎，可是还没几天他们就……我们的士兵是如今戒严，没有人随便能出军营的。国公英明啊，正是那两个该死的花生和赵云，他们是奉了杨俊之命外出采买布鞋，不知道怎么就碰上了，而且还看穿了。又是那两个杂役，我早就说过把他们杀掉了事。好啊，碰得好。兄长，你这是兄长，竟然与杨俊小儿的字一模一样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这真是天赐良机呀、啊！不费我们一兵一卒，我们就等着看他们父子兄弟相残吧。来，把这个放在布店，记住，一定要当着杨俊的面搜出来。属下遵命。什么？华生和赵宇失踪了。正是啊，昨天他们二人彻夜未归，有人说看见他们进了镇上的一家布店，转天早晨人去屋空，二人也不知所踪。怎么会这样？该不会是临阵脱逃吧？将军何出此言？他们二人如若想逃，早在柔然便逃，
何必等到现在？殿下言之有理，不过此处地处边陲，镇上龙蛇混杂，只怕是……来人，备马！让开！都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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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啊！三皇子，国公，我们搜出了大量的柔然人的衣服，还有兵刃。这里果然是柔然人的窝点，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潜伏，一定是军中有串联投敌之人。查明之后，严惩不贷。遵命。来啊，给我细细的搜。心腹花生、赵宇二人待我赶赴柔然，愿天下事早成。这简念，遵命。愿大事早成，杨俊拜上。好大胆！怎么，三皇子要杀人灭口啊？三皇子，你这般行事，对得起我们大隋在战场上战死的那些将士吗？这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嫁祸于三皇子。拿来，兄长，给我。兄长，这。三皇子不必急，定是有居心叵测之人挑拨离间。包国公明察，我也相信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于我。三皇子不必多言，老夫自然知道是有人栽赃，一定是那花生和赵宇暗自通敌，然后栽赃于三皇子。不，他们二人与我出生入死，情同手足。三皇子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，才断定他们绝不会是奸细。一剑，赵宇，起来！你看，我们走了一天了，要不然就先找个地方让马儿也歇息一下吧。也好。赵宇，我们会被带到柔然。西北两旁的景色渐渐荒芜，想必真是要去柔然了。
吃吧。给。岂有此理！我赵爷怎可受你劫来之食？爹，赵宇，你不饿啊？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。我觉得失节是小，饿死是大。饿死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快快吃啊！吃饱了，我们有力气，好逃走。你快吃啊，赵大傻！言之有理。王他们不要，不是我错，没办法。不要吧，保重。小妙。姑娘，上碗水喝。启禀二皇子，刚收到一封密信。起驾，去太子宫。二皇子驾到。兄长，见过殿下。宫内禁军，敢问为何而来？末将奉旨，请殿下随我回长安。奉旨？请问是奉谁的旨？末将奉陛下旨意，请三皇子速速回转长安。怎么回事？包国公，末将奉陛下之命，连夜赶来军中，请三皇子回转长安。敢问陛下，找三皇子回长安所谓何事？末将不知。该不是那封通缉信让陛下给知道了？将军的意思是我杨俊通敌了？殿下莫恼，谁都知道那封信上所说是一派胡言。殿下在军中一向是身先士卒，怎么可能通敌呢？以后不可胡说。我只是说那封信上写着通敌，又没说三皇子他真的通敌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哼，好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好，我即刻与你们回宫。殿下，既是如此，那老臣陪殿下一同回宫，向圣上表明实情。杨俊，多谢国公。我为监军，却监管不力，确有疏失。但若说儿臣私通柔然，儿臣不认。你要指战，可有此事啊？父皇，儿臣以为战火依然，损害的绝不止柔然一族。我大隋子民一样会受到伤害，上宫伐谋，如果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才是上上策啊。你以为
父皇征讨贼匪柔然，刚刚受挫，现士气低迷，你却主张停战，是何居心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太子吗？恐怕早就有谋划了吧。兄长，在我杨俊心里，你既是兄长也是太子，我们既是兄弟更是君臣。杨俊一生好武，只希望能常驻边镇，永保我大隋平安。难道臣弟的心意兄长你不知道吗？是啊，我们是兄弟，只可惜呀，我们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你请父皇明鉴。显然是你的笔迹，你如何解释啊？此信绝非儿臣所写，当时包公在场，他可为儿臣作证。宇文书，启禀陛下，三皇子确实是冤枉的。至于说那封信，从实讲来，那日在营外镇上布店，有柔然密探潜伏后逃走，搜出了大量的柔然衣物和兵器，随后伙夫房的花生和赵宇也相继失踪。花生赵宇，可是你保举的那两人呢？正是。可父皇，儿臣敢为他们作保，他人绝非奸细。够了，朕听够，你作保，你连你自己都无法保证。来人，在押入天牢。是。慢。身为皇后，你应该以社稷为重。陛下此言差矣，我还是一个母亲，养子不教，若他有罪，我的罪责将更大。皇后平身。请陛下明示，我的俊儿到底犯了什么罪，可以让你不顾父子亲情拿他问罪。朕若不念父子之情，以他所犯事情，早已将他拿下问斩，还容得他在朕这里分辨吗？母后，三弟勾结柔然，密信通敌呀。绝无可能。证据确凿。什么证据？只书信，两个逃兵，你们父子俩就可以断言杨俊通敌。回母后，包国公对那二人监视已久，那二人只是杂役，却可以自由出入营区，且行迹可疑。他们俩是公务在身，只怕执行的是杨俊的公务吧。陛下，您别忘了，他们是因为军功卓越，是你封他们为都督的。陛下，陛下，老臣还是不相信三皇子会私通柔然。不过那花赵二人在军营或飞扬跋扈或行踪诡秘，倒是确有其事，
老臣不敢隐瞒。包国公，如果要问罪的话，那么人证物证必须齐全。那封书信是可以造假的，那两个人也已经找不到了。陛下，臣妾恳请您一定务必谨慎。一个皇子，一个为大隋立功的皇子，如果你要定他罪的话，也得要等罪名坐实了再定。切莫不能被某些人利用。母后，难道你只信杨俊忠义就不信儿臣吗？你们全都住口。陛下，江山出力，外敌环伺，我们都知道尚有多少敌人需要对付，我们反倒自己杀自己人。陛下，皇室的大计是什么？祸起萧墙，同室操戈。来啊，在将杨俊移至景德宫歇息，没有朕的旨意，谁都不能让他出来。所以我们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，在烈火中清洗罪过，成为上天的祭品。烈火祭天，秀才，秀才，你在讲什么？秀才，我在祈祷为我们的来生。秀才，你不要想来生好不好？你想想今生啊，你不是办法最多吗？你快想想我们怎么能活呀、啊？没有被烧死，没有被祭天，我有办法了。随狗，胆小鬼！我求你不要喊！胆小鬼，随狗！闭嘴！他叫我杀了你们！大哥，我求求你，
求你不要再喊了，你帮过我们一次，我求你再帮我们一次好不好？你就当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我们一起活。我欠了小兄弟一条命，他守信，我也一定会守信。我不用你们救，滚开！随人，滚开！滚开！我不用你们救，滚开！没有你们，孩子就不会死。我要杀了你！